领导和经济专家和企业家。最近几个月，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企业，特别像对华为，进行一些核心零部件、芯片或者操作系统软件的封堵。那么这种封堵呢，固然会对中国的企业带来损伤，但是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市场20%-50%长期服务于出口于中国市场，这种封堵的行为很可能中国的企业还没死亡，美国的企业先行死亡，因为它的市场份额如果少掉了20%-50%的话，那么这个企业亏损倒闭是必不可免的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贸易战没有赢家，那么只会带来一损俱损，双方鸡飞蛋打的这种局面。